32盒，赶紧挑一挑，选一选啊！现烤爆米花啊！现烤，这马上是不是现烤的？这快好了，你看这蹦跶了、嗯，尝一下子，可好吃了。咱们口味有很多的，好几个口味呢，自己做特别有口感的，特别好吃，尝一下子。爆米花，爆米花，来尝一尝啊！这个就快好了呢。那是什么味儿啊？你看，有草莓的、焦糖的，这些各种各样口味都是有的呢，上面都是有写的呢。口味还挺多的。对对对，这个好吃，现做的呢。可以的，包管饱，管饱。嗯，你这好吃的。你这个烧不烂吗？烧不烂的，烧不烂的。你看，这不是在烤着吗？啊、它怎么能会烂呢？不会的。那、啊、你听这声音，在蹦跶蹦跶了。对、啊、对，香味都出来了。对对对，马上就好了。要，对，这就熟了。再烤一下子。冰箱，来免费吃吃，来赶紧尝尝，咱们这个就好了，你看到没有，全部放起来了，好了，哎呀，真漂亮，你看，哎呦，给你们打开看一下子啊、哦，咱们这个现烤现做的啊、哦，尝尝，可香了，可好吃呢，特别好吃，好香啊，管饱，谁愿意吃啊？咱们口味特别多呢，小猪的味道。可以选上几盒，自己回家做特别方便呢。多少钱一盒？20一盒，32，对对，剩下最后一点了哈。那边去扫码就好了，姐姐。拿三盒的话，你给我50，那边去扫码呗。好吧。嗯嗯。行吧。我们拿四个吧。拿四个，你给60呗，给60，那边去扫码就好了哈。哎，美女老板，啊，咋了？我看这一晚上不少卖啊。对，这个自己做的，这个可好吃了，小朋友特别喜欢吃，咱们口味还特别多呢。现在卖多少了？这边就卖了有200多个呢，那你这里要挣多少啊？这个，你打听这么清楚干什么呢？你不要介意啊，我是从西安过来的啊。我们西安也有好几条古街啊，啊，也比这人流量还大。我是看你这个小生意特别好，我是想从你这儿拿点东西回我们西安去卖去呢。哦，我听懂你这个意思，你想要也想要摆摊卖这个是不是？对，就这意思。那你找我就找对了嘛，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做的，你自己弄的，就我们自己工厂做的。就现烤现做现卖嘛，这样的话呢，我看你刚才是卖有15有20的。嗯，对对对，咱们这边口味有很多嘛，人家拿的多，你多就稍稍便宜一点卖给他们，卖的不就更加快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要从你这儿拿，你给我多少钱？拿货的话，在咱们家6块多一个就可以了。6块多一个。对对对，6块多一个，那相当于就赚一半多呀。对对对，你想一下子嘛，你想人这么多，对不对？你摆个小地摊也挺辛苦的，挣点零花钱嘛，就这个意思。需要自己弄个炉子，这样一烤就好。对，特别简单。现烤现卖。对对对。然后这边你看还热乎着呢，这还挺好吃的、嗯、口味的话都是给混搭上的，这各式各样口味都是有的呢。其实我前两天我就看了，我是准备明天回来、嗯、我就今天晚上特意来这儿问一下你。可以的呀、啊、你这个就是自己拿回去像咱们这样直接摆出，像我这样直接去卖就可以了。来尝一尝现烤的爆米花、嗯、过来尝一尝。那你是要拿货的话得拿多少呀？在咱们家的话就是说你第一次拿货的话就300套就可以给你发货了呀。300套。对，300套。你看我一晚上这一会儿这边就卖出200多个。不到2000多块钱就能做这个生意了。对。然后口味的话咱们是全部可以混搭上的。你这样吧，我明天就准备走了，你给我弄上500套吧。500套。啊。那也可以。啊。嗯，弄到500套的话这边就您直接带走吗还是可以发走吗？你给我发走吧，我带不走。那可以。给我发走吧。那要不然就你一会儿这边等我一会儿呗，我这一点点的几分钟就卖完了，等我一会儿去仓库带你去现场再看一下。你麻烦我请你吃个宵夜好吗？好的，谢谢。